放松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补充这个交流电路的瞬间功率啊，交流电路的瞬间功率，我先写这边是通式啊，通式，通式完以后呢，我再分开三种电路来讨论，纯电阻的电路、纯电感的，还有纯电容的，这三种我们分开来讨论。好，那都是先把这个通式先把它做出来。好，李一中，麦克风为啊。我们看这边哈，瞬间功率呢？啊 ，P 有 T 瞬间嘛，就是任何一个时间，啊，任何一个时间的瞬间，它的功率，啊，就是任何一个时间的电压乘以任何一个时间的电流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它是时间的函数，啊，括号 T 呢，这个意思就是它是时间的函数，啊，啊 ，P 有 T 哈，功率呢就是电压乘以电流，啊，那。电压也好，电流也好呢，我们都是把它写成正弦波的函数哈、啊，所以都是这个最大值乘以 sin 啊，这个 omega t 加这个角度哈、啊，最大值电流最大值乘以 sin omega t 加角度啊。那我们假设电压的角度是 alpha， 电流的角度呢是 beta， 这样可以吗？好、啊。好，底下哈、啊，这个是纯粹数学的推导哈、啊，这个我想你们一定没有兴趣啦，而且呢也看不太懂啊，所以呢我就点点点，我直接写出结果，可以吗？这个结果是你要背的啊，你要背的，它就相当于一个。相当于一个电压乘以电流，然后呢 ，cosine alpha 减 beta， 然后再减掉 v 乘以 i 乘以 cosine 2 omega t 加 alpha 加 beta， 这一句话你是要背的，这一句话你是要背的，因为后面很多东西都用到它，可以吗？ v 乘以 i， 其中这个 v 乘以 i 哈、哦，这个 v 跟这个 vm 不相等哦，差根号二倍，可以吗？刚刚这个是最大值，有没有？那这个 v 是把最大值除以根号二以后的，同理这个 i 也是一样，把最大值除以根号二以后的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那这边 cosine alpha 减 beta， alpha 减 beta 哈， alpha 减 beta 就是正好是什么电压跟电流的夹角，可以吗？电压。跟电流的夹角就是阿尔法减贝塔，又叫做西塔，所以这个阿尔法减贝塔就是西塔，到这里没有问题，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减掉，好、哦、这样子啊，我们哈、哦、可以把这一句话再改写一下哈 ，v 乘以 i 乘以 cosine 西塔，好 ，cosine 西塔，好、哦、可以吗？这个西塔哈，那减掉 vi 这个照抄哈，两倍 omega t 加阿尔法加贝塔，同学你可以注意一下。我们原本说电压的话，它是这个 omega t， omega 就是二派 f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二派 f？ 对哈、哦。所以啊，这个也是二派 f， omega 也是二派 f。电压跟电流呢，它的角度都是 f， 对不对？它、啊、角频率都是二派 f， 都是 omega， 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相乘以后推导过来变成是，这是二 omega t， 来同学。这变成二 omega， 同理这里就是二派乘以二 f 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角频率变两倍，技术的频率也变成两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从这一句话，你跟原本的 v 或原本的 i 来对照，你就可以知道我的频率呢，啊，我瞬间功率的波形的频率呢，已经变为电压或电流的频率的两倍。可以吗？这句话是你要背的，选择题会考，好像46题 1.5 统测的46题有一个选项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所以这句话你有背的话你就会了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平均功率 P
因为哈、cosine 西塔，你如果知道阿尔法跟贝塔，那你西塔就知道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算起来就是一个数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啦，对不对？可是后面的这个二欧米伽 t 加阿尔法加贝塔 cosine 哦，这个有跟 t 有关系哦，所以它是不是一个波形？它是一个随时间而变的波形，对不对？这里没有 t， 这里有 t， 这里没有 t 的话，这个算起来 cosine 怎样嘛？哈 ，cosine 西塔，题目如果给你阿尔法跟贝塔，你 cosine 西塔就知道了嘛，就算起来是一个数字常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可是后面这个有 t， 意思就是它是画出来是一个波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余弦波了哈，一个波形的话，你平均下来上下正负刚好抵消是等于零啊，明白不？所以你这个平均功率 p 就是 v 乘以 i 乘 cosine 西塔，就是前只剩下前面这一项，后面那个都抵消掉没了，对不对？上下平均波形已经抵消掉没了，所以就只有剩下这一项，所以平均功率 p 等于 v 乘以 i 乘 cosine 西塔，到这里没问题。张教授，我对不？我哈。好了，那么看虚功率哈，那这个你就背一下了啦。我上次有叫你背一个波形，背一个弧形，功率三角形有没有？这个如果是这个叫势在功率 S， 啊，这个叫做 P， 就是等于 S 乘以 cosine 西塔，你记得没？啊 ，V 乘以 I 乘以 cosine 西塔，那这个虚功率就是 V 乘以 I 乘以 sine 西塔。S 就是 V 乘以 I， 记得吧？记不记得？取消用，记得不？对啊。我把你切完都新区域哦，记得吗？对啊。好，可以啊。平均功率 P 啊 ，P 的是这个水平的啊 ，S 乘以 cosine 西塔啊，就是 V 乘以 I 乘以 cosine 西塔。Q 呢 ？Q 就是这垂直的，就是 V 乘以 I 乘以 sine 西塔，记得不？好 ，OK。那最大的瞬间功率，来，最大的瞬间几项一组，跟时间有关系的，瞬间就是跟时间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好 ，max 就最大的哈 ，p of t 最大值等于多少嘞？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哈，这个波形，这个余弦波哈，最大值是多少？对不对 ？cosine 最大就是一，最小的负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减 cosine 减掉最小就是最大，减掉最大就是最小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不管怎么样啊，减掉负一就是加一嘛，啊，减掉一就是减掉一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最大值根据啊，根据这个，这个是通式 P of T 有没有 ？P of T 的通式在这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根据这个通式呢，你去推导它的最大是在多少？就是 v 乘以 i 乘以 cosine 西塔，减掉 v 乘以 i 乘以，当它负一的时候，减负一变成加了，知道吧？五哈，所以最大值是什么 ？v 乘以 i 乘以括号 cosine 西塔加一，看得懂不？五哈，它最小嘞，减掉最多就是最小。所以是 v 乘以 i 乘以 cosine 西塔减掉一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不好？好，那、这个乘开以后，你发现 v 乘以 i 乘以 cosine 西塔就是这样，就是 p。那 v 乘以 i 乘以一嘞，就是 s， 好不好？同理一下 ，v 乘以 i 乘以 cosine 西塔就是 p， 啊，减一乘开就是减 s， 好不好？好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给你消化吸收一下。这个我看这一句有人会不懂的，信不信？郑国汉，这句要看得懂吗？懂哈、林瑞敏，这句看得懂吗？懂 ，OK。嘉佑嘞，这句懂哈？懂我都不解释了哦，这样看懂哈？
人要叫我解释的吧？这两句人要叫我解释的吧？有廿七外斤啊，卖客气啦，拢无人廿七外斤，当作你懂哦，当作你懂哦。听无？嘉允 ，OK 吗？看这两句话不啦哈，四个字看得懂哈、哦。好，太好了，你们帮我解释了哈。好了，宝先，纯电阻电路哈，纯电阻，我问你 ，I 跟 V 会不会哪一个落后谁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两个是同相位，所以阿尔法会等于贝塔，所以相位差阿尔法减贝塔等于零，听我，两个不是相位差，所以西塔呢啊等于零度啊，所以 cos 西塔等于啥？cos 零度等于啥？一啊 sin 西塔 sin 零度多啦，零啊 sin 零啊，那我们就来看。刚刚这个是通式，就是任何情形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我们要把它简化的电阻的情形的时候是怎么样？第一个啊 ，V 乘以 I cos 西塔公等于一，对吧？可以 ，V I 啊乘以一的是 V I， 然后减掉 V I 乘以 cos 二欧米伽 t 加阿尔法加贝塔，它因为阿尔法等于贝塔，所以加等于二阿尔法 ，OK 吗？可以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。平均功率 P 等于 V 乘以 I 乘以 cos 西塔等于多少 ？cos 零度等于多少？一啊，所以是 V 乘以 I 啊 ，V 乘以 I， 可以吗？然后呢，电阻你知道哈、啊，它的功率其实又有可以写成什么 ？R 分之 V 平方，还有 I 平方 R， 可以吗？好，那 Q 呢？刚刚讲了 sin 零度西塔用零度带进来，所以这个是 sin 西塔的。零，所以这个就是零 ，Q 等于零啊，虚功率等于零，可以吗？好，最大值呢？瞬间功率的最大值呢？就是来带公式哈 ，V 乘以 I 括号 cos 西塔加一 ，cos 西塔加一，好，这个 cos 西塔哈，西塔等于一嘛，所以带进来的话呢，就是等于。两倍的 V 乘以 I， 可以吗？哦，就等于两倍的 V 乘以 I 哈、哦、，V 乘以 I 是最大的。好，那最小值嘞 ，V 乘以 I 乘以 cos 西塔减一，那最小值就是零，可以吗？好，到这里 OK。再来看纯电感的电路，看多少条纹哈？听无，是举手哦，啊无火车一直行。听我，好啦，我第二个哈，纯电感电路啊。电感的意思，请问你，电感的话是电压落后电流，还是电流落后电压？电流落后电压，电流是阿尔法还是贝塔？你看遐、啊，咱看咱假设啊。啊，电流是贝塔，对吧？所以阿尔法减贝塔是正九十啊，负九十。电流落后电压，啊，不是电压超前电流。啊，电压是阿尔法，阿尔法减贝塔是正九十啊，负九十。正九十，听到不？有啊，一会儿你头都两下，在思索嘛？听得懂哈、啊？哎，懂。啊，所以阿尔法减贝塔等于九十度。啊，那么 cos 西塔啊 ，cos 九十度是零 ，sin 九十度是一，到这里 OK 吗？好，陈医师，你都没有戴眼镜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戴起来呀、啊。来看黑板啊，来，啊 P 有 T 呢？来来读一遍哈，公式这边来，来，我们说。西塔等于九十度，所以这项是不见了，对吧？哦 ，cos 零九十度零嘛，这个不一样哈，所以这个照抄，负 V I cos 括号，哦这样子哈，啊负 V I cos 括号这样子哈，那来
我们要把 cosine 变成 sin， 可以吗？把 cosine 变成 sin， 你要加90度，对不对？背过了吧？好，那你看哦，90度不是刚好等于 alpha 减 beta 吗？把带进来，它 beta 刚好消掉，剩2 alpha， 到这里没问题。OK， 好，好，那 P 呢？P 看一下啊 ，V 乘以 I 乘以 cos 西塔是90度，所以这项数等于零。好，所以你看 P 等于零。再来看 Q 等于 V 乘以 I 乘以 sin 90度，所以是多少？乘以一，所以是 V 乘以 I。V 乘以 I 有没有？另外的话哈，其实跟电阻的形式很像，都是 R 分之 V 平方这种形式，只不过呢不叫 R， 叫什么？电感抗哈、，I 平方 x 有没有？它、这个是 x 分之 v 平方，好、跟 R 的形式很像，只不过是把那个 R 改成 x 而已，就是它的电抗啊，听到不 ？OK 哈、好，那再我们看一下 P max 啊、最大值，cos VI 乘以括号这个。那个90度带进来哈，所以 cos 90度这一项变了点可以啊，所以 V 乘以 I， 好 ，V 乘以 I， OK。你看这个呢，赶快 cos 可以啊，变成负 V 啊，负 V I。好，同学到这里 OK 吗？行哈，这样 OK 吗？来，再看来纯电容呢，纯电容的电路，那么我问你，电容是电压超前电流，还是电流超前电压？电流超前电压，没错，所以是阿尔法大还是贝塔大？贝塔大，所以阿尔法减贝塔是负九十度，对不对？啊，阿尔法减贝塔等于负九十度，所以 cos 阿尔法嘞，不 ，cos 西塔嘞 ，cos 负九十度就是零嘛，啊 ，sin 负九十度是负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根据第一个式子改写啊，第一项 cos 不一样对吧？啊 ，cos 负九十度 ，cos 负九十度就是零嘛，这个不一样。好，表示较差啊，负的 vi 乘以 sin 两 omega t 加上 alpha 加上 beta。那这个地方哈 ，cos 我要变成 sin，cos 我要变成 sin 的话呢？啊，它就是会变成要再加90度，对不对？再加90度，啊，这个90度呢，90度哦，我一项可以吧？就是贝塔减阿尔法啊，贝塔减阿尔法，可以吗？对吧？啊，消掉就变成二贝塔，好，负 vi 乘以 sin， 啊，两欧米伽 t 加两贝塔，好，变成这样子。好，那 P 呢 ？P 就是等于啊 ，V 乘以 I 乘以，第二个是底下，第二个是底下哈 ，V 乘以 I 乘以 cos 负九十度，所以这个是零，可以吗？好，那 Q 呢 ？V 乘以 I 乘以 sin 西塔，西塔它都公式负九十度嘛哈，所以是负一，所以就是负 VI。负 VI， 这个应该是负 VI 啦，负 VI 啊，因为这个带负九十度嘛，所以这是负 VI 啊，不是负 VI。但是如果只有问纯大小的时候，那个符号你不会看，只有看纯大小而已，好，那就是。就是只有这样子，就是只有大小而已，好，可以吗？除非啦，你这个电路哈、又有电容又有电感，那有一个是正的，有一个是负的，这个你就多加一个符号而已，那两个就会抵消掉一部分，这样听懂意思吗？好，好，再我们看 P max 啊、
Dmax 的话 ，cosine 这个是不见的嘛，所以剩下 vi， 它只剩下 负 vi 啊，所以最大值 vi， 最小值 负 vi， 好，同学这样有没有问题 ？OK， 结束啊。